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今年这世界赛啊，又在欧洲，而且你看，这不马上开始了吗？可急死哥们儿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欧洲今年又要文艺复兴了，连幻神 G2 都没进世界赛，我觉得欧洲队伍今年非常有戏。你好，请慢用。哎，你说这欧洲年年进，年年都被3-0，要我说呀，以后咱就看 G2 得了。To be or not to be, that's a question。要我说啊，欧洲也比某些赛区好看太多了吧？去年小组赛啊 ，Handsama 让 LCK、LPL 轮流干碎，有些人记性怎么那么差呀？这会儿就已经忘了。至少他不会玩个塞纳，292层魂了还不敢出去 A 人，脸都不要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成功。当你2-0领先的时候，成功的一切就是关于成长。想要成功，你必须要战胜心魔。喂 ，Peace， 这次入围赛狙击 LCK 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哎呦，听说 Mad 又进世界赛了，这次好像是正赛，那就避免了被淘汰的尴尬喽。哎，戴先生，这次不会又被塞纳追着点吧？啊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建议啊 ，LEC 选手少玩社交媒体，多打训练赛，这样有助于成绩的提高哦。哎，那我觉得 LCK 的选手一定要多玩手机啊，哎、一定要多刷圣遗物啊，记得多刷哦。喂，哎，就来就来。我有点事，待会儿再来。哎，听说汉子哥今年又来世界赛了，不会有人忘了去年的船长吧？全家桶、地火、冰，你不会觉得哥能一直 carry 你了吗？在我印象中 ，Madland 是唯一一直在入围赛被淘汰的四大赛区的队伍，今年也要游回去吗？哦，不对，今年在欧洲不用游，这么厉害吗？而且我其实还好，重振荣光，吾辈义不容辞，此子必不能放回 LCK。哎，打扰一下，打扰一下。哪有我好兄弟 LP 的 ANA 呢？第四赛区，冰岛排第五名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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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致对外，一致对外。您好，先生，这是您的账单。哦，